中国民间故事。姐，你先出去。这叫你出去是无听还是？是是。都我已经画好啊，阿莲啊，这几天你是安怎拢无来看我？是卖讲遮，即个阮阿兄叫你踮遮画妆报道，事后一定会使你袂巧的。啊？安尼这这边安怎才好嘞？阿莲啊，即嘛只有你会当救我。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，当然袂看你踮遮等死啊。啊，不过我若是跟你走，你是袂使放下我哦。袂啦，我哪会嘞？就算是死。我嘛要跟你死到底啊！嗯，哪里？咱即马起来走。嗯。你想要走倒去？想袂到，我海霸王顶头天，竟然捡家己天上要来自卑。阿兄，我甲你问是真心相问，请你成全我。总部都伫咧洞内，并无提早，这秘密我也袂讲出去。连我家己的亲小妹，我拢袂使相信啊！我阁会当相信什么人呢？动手！是。想要走都袂赴啊！阿兄，你对我用意之恩，我还记点心肝内。船已经落到外海了，恁赶紧找物件从洞口方便，等这个风头拿过，咱才回来提车逮捕。是。我一定会再倒回来。你有要紧无？我下一个就好。你有心，咱唔卡早讲的。之前佫受伤啊。拄只是我一时着急要救你，才有别讲的。不过以后我嘛会使替你生真侪囡仔。既然巴肚内无我的囡仔，也佫甲这个海贼无到底有啥意思？是你阿兄逼我做海贼倒去。你伫想啥物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是咧想，咱即马要去对呢。阿莲，你是安怎啦？阿莲啊，阿莲啊！救袂我，连着伊也夫妻的份上，我都较好心，予你一个爽快。
可怜的痴情女子，念在你自细汉出身伫个查拉古，但是并无做甚物歹代志，心肝又搁善良。本娘娘要哪会当忍心看你惨死伫个野外呢？奇怪，这何故会做人？刷了个话停就停，好家财拢无压重呢。那拄一个人伫遮，哎呦，安尼规身躯拢全伤啦，还可以喘气呢。这敢毋是天公伯啊？天公落雨，啊，把我赶来，才要救伊转去。好，甲插转来。你不是阿文？我叫做阿慧啦，是你家己要叫我阿文的。姑娘，你别起来啦！迄先生有讲过呢，啊，你有外伤，佮有内伤，啊，佮有心伫咧，你袂当互袂振动啦。你讲啥？我有心？不是我讲的啦，是先生讲的啦。我刚对孙念叫你回来尔，不是我害你的啦。多谢你救我！啊，对啦，迄先生讲哦，你若精神，啊，就要紧食药啊，唔通甲你讲话啦。你看我看到，紧食药啊！阿爹推荐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小可代志啦。但想我少年的时阵吼，紧坐落来啦，也唔看卖家己什么岁头啊，啊，做到安尼拼到要死，我甲你推推咧。啊，哦，啊，赶紧来咧。啊，哦，出什么事情啊？哎呦，我以为是有人在杀猪嘞，原来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冤大，一个冤哎。老高，哎，他说啥子？我爹是说皇叔怎么有空来？坐吧，坐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我说阿火呀，阿火，你这个老婆儿子说内地话硬是要得，怎么你只会听不会讲呢？就是啦，家己台湾话不是同款听无，古笑比无买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哎，老哥哥。啊，你今天怎么没开店呢？哎呀，我是越想越有气。哎呀，干脆啊，关门三天，麻绳子捆豆腐啊，不提也罢了。你别生气啊，哎，来给伯伯倒个水，边吃边聊嘛。好好好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其实啊，是这个样子啊，咱们的店啊，开张也不过几天，可是每天都有客人来找茬，生意实在很难做。是不是有人白吃白喝啊？那倒也不是，只是十个客人里头，总有七八个说东西太咸了。我爹被收了官火啊，索性就全都不加盐了。
哪知道那客人还是挑剔呀，话又说不通。就是了，你们说呢？这是不是酒肉和尚树道师，吃有吃力嘛？所以啊，才来找你们评评理呢。老哥啊，我看你啊，别生气了。今天呢、啊，就留在我们这里吃个便饭，和我们家老头子好好喝两杯。那个小孩子哎，就让他们去处处走一走了。啊，过两天哦，我叫我们回稳了哦，再去给你倒沙缸，这样保证就没事了。哎，那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火文啊，你要是来帮忙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，来，喝茶。吃点点心嘛。嗯，好。地主林金莲拜见妈祖娘娘。林金莲，这二十年来，你每一天拢甲本娘娘上香祈求，诚心苦干，痴情苦恋。地主只求全家会当团圆，敢讲安尼唔对？凡事虽然莫强求，福缘本在你心边，痴情不误终成空。你家己爱会晓想吗？地主叩谢妈祖娘娘指点。够恐怖！黄总吼，毛八笑关的，啊，搁会飞，我搞到走紧，若无这条命，休休去啊呢！无啦，看唔对，你目睭花啊？无啦，啉酒醉款啊？啊，啉酒醉啦？无啦，无。不乱喝零啊！啊，加！哎呀，这个市场啊，哪有妖怪嘛？我跑遍了大江南北，还没有见到过嘞。我看你们啊，真是闲得无事哦，穷打屁。阎王爷出告示啊，鬼话连篇。而且我讲，我放炮听无啦。阮头家哦，阮头家是讲，无可能妖怪啊，根本看唔到去。无啦，无看唔到，真正有妖怪，无骗恁啦。不要哎，是讲弄好清楚啦！啊，不要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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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乡亲啊，这件代志照我看起来，非同小可。咱不如请一个道行较深的行头啊来做化查明，无代志上好，若有代志，嘛会使趁早消毒啊。我来一只啦，哈，先啦。恁大家看，伊好啊呢！好啊，真厉害啊！真赞！各位听听，出山中有妖怪作怪，恁今日来唔通在出山中惊动，啊，若无恁有性命危险，知无？知啦，知啦，知啦！恁有性命危险，啊，恁五星起耶！啊，上山，你听我讲啊！哎，各位乡亲啊！既然三太子有指示哦，大家这个工就千万唔通去山顶呢，有性命危险。听，放心，要外久啊？三太子就会领天兵天将来收拄只妖魔鬼怪啦。到迄个时阵，大家就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来过日子咯。大家有听到无？有听到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咱参详一个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花文吼，讲有人看到山内有妖怪啦，啊，搁要请一个人头来收妖呢。妖怪？都这侪年啊，那我伫咧山内行来行去，万万看过什么妖怪啊？都是的，我嘛唔相信。要唔过你红头叫大家这几工连去山内去，啊！你明仔载敢搁要去山顶？二十年啊，哪会转来？早就转来啊！你意思是？无要去啊！明仔载后日，以后我拢总无要去啊！阿辉兄，以后你要去倒位，我拢总陪你去。啊！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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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七大姐，今麦也无人在咧看，你是咧跳啥？哎，子午啊，你这妖兽的人，啊，你要化掉，无你嘛较早化掉。迄一路上跳，我才会才忝的了。还是讲，子午啊，啊，你无带人来遮哦，倒搬这财宝啊？嗨，你实在认为啊无头无脑呢？你加一个人知影，就加一个人分啦。咱两个沓沓搬就好，换你这几工啊，也无人敢来遮啦。咱两个时间搁较侪咧，嘿嘿嘿。安尼讲嘛有理。哎，对啦，我咧讲吼，咱大声讲好明哈，这些财宝拢是我的哦。我是看在你阿姊的份上哦，才分你一成啦。我咧讲，你若无啥爽快，我会使找别人啊。哎，子午啊，啊你是阮亲子午啊嘛，对不？嗯。啊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嘛。随在你啦。算你好运啦，拄着我这个子午。我咧讲哦。这些财宝分你一声，你一世人都吃不了啊！哎，吴姐来，啊，找到我，就是在这啦，青龙，找到我，找我。这敢那有人住过哦？嗯，你来这找看卖。哎，哎呀，苦啊！子午啊，这是安怎啦？我财宝哩啦！你家己袂晓看呢？无去啊！财宝拢无去啊啦！原来我知，一定是哦。真正大个人敢摕去个，安尼，咱来去找药，甲吐转来。早都唔知去倒位啊，去过好日子啊，人海茫茫，你敢知影要去倒找？早若知，当年拼死嘛了爱先将这个财宝先摕去唐山，啊，即马伊找拢太慢啊啦。啊，安尼我即阵就白行，我有够衰正经啊！你讲啥衰啊？要衰，恁要痛衰啦！所费是我咧开，伫遮我阁买一间厝，唐山迄间店嘛买去啊，送衰，我痛衰啦！子午啊，等我也无讲啥点，啊，着气到安尼啊！哎，我啊，这是怎么样了？黄叔，都修理好了，你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加强的？啊，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摇的，硬是摇的。哎呀，你们父子俩为了我这个店啊，忙了一天，又不收我的钱，我真是啊，
紫菩萨戴天帽啊，承当补气啊。哎呦，老哥哥，您快别这么说了，咱们大家都这么熟了。再说，你还不是常常小凤给我们送吃的，啊也没收钱呢、啊。哦，刚公，你今天要跟我们算账哦。哎呦，弟妹，你真是矮说小了。老黄就不客气了，来坐坐坐，大家坐坐。来来来，我叫你们尝尝啊，我这个辣豆瓣鱼和泡菜炒牛肉丝啊，来坐坐坐坐坐。来，用啊用啊用啊。我爹知道你们不能吃辣，所以啊，只放了一点点辣椒，不会太辣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用啊用啊用。煮了香菇别再加嘞，我爹是说加一点辣还蛮好吃的。哎，冲着你这句话，我就要跟你干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大家来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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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这样下去啊，你们以后啊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吃我的麻辣锅了。嘿嘿，那吃我家小凤做的菜啊，你们就没有问题了。哎哎哎，看我干啥的？你这样下去，我们家小凤迟早是你们家的人了，当然要烧饭做菜的了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竟在那瞎子谈想，胡说八道啊！爹，讨厌！哎呀，这个娃儿，哎呀，哎，我问啊，这个大男人家干什么害臊嘞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我这个老丈人是看女婿啊，越看越有趣。哎，加把劲，我这个老人呐、啊，就等着抱孙子喽。我大哥哪有遐好代志？你偏偏唔听我的话，打这嘛好啊吼，白白走这桩，不要经过受苦。丽红啊，你卖生气啦，我也无甲你骗啦，谁知影？你那里遐秘密的所在，会去让人先发现去。就算是讲无遐个财宝，我的钱嘛有够，予你过好日子啊。我不管啦，我要搬倒去内地啦，叫我倒没关系啦。好啦，好啦。不过我还阁有一挂生理上的代志要处理。阁过一阵，咱就搬倒去，安尼会使袂？我才看你安怎做。恁迄个阿姊实在有够歹伺候啦，今仔还阁有几个人会当像伊，逐工会当过好日子啦。来，这你收起。无喏，只有啊，啊你也无得到财宝啊，啊我食你的，住你的，这吼，我袂用个收啦。做代志嘛爱有工钱啊，这你收起。多谢。今仔开始。你就负责陪恁阿姊啊，逐工泡茶开讲，莫让伊一天到晚甲我管条条啦。自然还阁有你的好处啦。哈哈哈！哦，我知，舅啊，你想要出去偷食对无？嘘，较细声，那是出去讲生意。舅啊，免惊啦，若这代志哦，我袂跟阿姊讲啦。啊，咱查甫人哦，若无出去风流，都毋是查甫人啊，你对无？心内事，我来好问啦。你若安尼讲，我嘛歹势问恁嘞。我不要紧啦，我是求妈祖娘娘，保庇你甲慧文平安无代志。啊，搁有早日成全你的愿望，就安尼尔。你敢若知影为我甲慧文啊失相？你哪唔替你家己求一下？丈夫我囝若过了好，我还阁有甚物通好求啦？我是有求三项代志。第一，我希望我阿兄会当改邪归正，好好做人。第二，
阿文会当平安。第三，嘛是上重要的，我希望你、我、甲慧文啊，咱一家三口会当永远斗阵过日子。蛮好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双手白泡泡、油绵绵哦，做这粗小的工过哦，我真不甘了哈。哎呦！哎，舅啊，你回来啦。嗯。哎，舅啊，这是安怎啦？你一透早啊，就到来吐大亏。清风啊，我也是有较风流淡薄，但是我对你阿姊嘛是袂歹。这几年来，我跟你阿姊也无生一个一男半女啊。但我即摆年岁嘛袂少啊，我实在是对不起咱李家的祖先。嗯，哈哈，舅啊，你讲了真对啦。若讲舅啊，你对阮姊也好吼，是无话通讲啦。人咧讲啊。不好忧伤，无后为大啊！对，阿姐吼是阮姊啊，确实对不起你所在啦。我都知影你是一个精明理的人，恁阿姊哦，若是有你一半就好啊，害我连小姨嘛唔敢娶。哎，这是有影啦。哎，舅啊，是阮阿姊吼先对不起恁李家的祖先啊，对吧？啊，舅啊，你若是讲要娶小姨吼，佮生囝。这是正常的啊，对不？啊啦，男子汉啊，对不？三妻四妾，嘛是平常的代志啊。那阮阿姊哦，去帮你交代我就好啦。嗯。无单是搁啥物代志啦？青凤啊，迄街仔口有一个卖面的姑娘，叫小凤的，啊，你嘛看过啊？哟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那讲到迄个哦，无话通讲。人不但水，我的福星是多子多孙的命了。我就是看伊多子多孙的命，才想要将伊娶进门啦。但是伊即摆有心上人啦啦，啊，听讲两边的士大人哦，佫想要做亲家呢。哎呦，啊，只话这简单啦，咱那边哦，就将伊心嘛解决掉。然后我再去试一下看，到时阵哦，伊就乖乖哦，住在你的身躯边啊。你敢有影？敢会出什么问题未？放心，包在我的心中，绝对无问题。哦，好，这件代志你若甲我办有成功，不但文女会减给你，连阿秀嘛送给你。真是嘞，多谢姊妹你的心转。重的东西我来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好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你是不是？哎，罗帅给我上来，你动起来了。妖魔鬼怪吼，要搁出来作怪啦！头拄是这个三太子吼，吼附身在这个单骑的身上，讲哦，老伙们，你一定要全力护法，斩除妖魔。阮大家吼的性命，拢在你的手头呢，对不？为着阮大家安全吼，嘿啦，你无论如何唔通拒绝啦，拜托你好不？安尼哦，嘿啦。啊，我也无什么法律啊。哎呦，既然是三太子下旨的吼，为着大家安全，你就答应啦。啊，不然妖魔若出来，你嘛是走袂去啊。对啊，你就答应啦。拜托啦。好啦，我答应吼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哎哎哎，等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江湖术士啊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神经兮兮的，你怎么可以相信他的话呢？你要答应，也要亲吻你爹娘嘛。是啊。黄叔啊。你不要担心啊，
我跟他们又无冤无仇，他们应该不会害我，更何况是为乡亲们出力，我爹娘他会答应的啦。哎呀，你这个娃儿真是的，你这是，哎。较歹去啊！少，我叫你来甲我斗三工，大爷财产，你反倒转来替外口找细姨生囝，来甲我抢财产，伊是给你偌济好处啊？你讲啊你啊！哎呦，你误会我啦！哎呦，我会安尼做啊，完全拢是哦，为着咱的将来啊，甲计划咧设想的了。嗯，安怎讲啊？嗯，你甲详细想看卖，自从你嫁下伊到即马啦。伊的财产放咧倒位，你就拢唔知啦。我若无利用这摆机会哦，得到伊的信任，咱想要夺伊的财产，啊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你安尼讲，阁真有理呢。所以你做你安啦，就算讲伊啊，娶细伊生囝啦，在伊的囡仔还袂大汉之前啊，咱早就夺了伊的财产啦，远走高飞啊，嗯。你哦，实在真不是款，这大个代志，也无转来甲老爸老母参详，就凊彩答应人去选伊受邀。好啊，啊答应哦，嘛是为着地方的乡亲的设想。啊，准讲伊转来甲咱参详，咱嘛是会答应。你若大汉，伊家己知影轻重，你就莫阁接近伊啊啦。你哦，就是伤过生意啦。我是生意无唔对啦，要唔过若比起来吼，我嘛是较生意啦。好啊，咱这老啊，搁一个囡仔面头前讲这有诶无诶。阿伯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阿爹，阿娘，我以后唔敢大做大义啊。好好，知影唔对就好啦。恁阿娘伊嘛是关心你，惊讲你会出代志，毋才会讲你。你会当见义勇为，为地方出头吼。阿爹甲阿娘心肝内嘛感觉真光荣。既然人答应，就爱守信，才是查甫囝。明仔吼，阿爹阿娘陪你斗阵来去。袂用阿娘，像我先有交代，任何人哦，若无三太子的旨意哦，拢袂当去。若是无犯着三太子哦，伊就免领天兵天将来替咱受邀啦。哎，小凤啊，不要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小凤。问慧文啊，有没有消息？我们两个在家实在放不下心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进来谈，进来讲嘛。来来来来，来坐坐坐坐坐，喝杯茶喝杯茶。小凤，哎呀，不会有事不会有事，小凤倒茶倒茶。阿玲，敢真正是你？抓到阿莲，也够辉文这样好的后生。辉文是你甲金莲的骨肉。你讲什么？辉文是我甲阿莲一起生的后生，这哪有可能啊？辉文这么危险吗？
秦洪哉，多谢这位前辈相助。啊，无在小道完成还未归体的时阵，唔知犯什么大错。哎呀，家在，这下就是哦，小道唔敢啊，这人来看的原因啦。啊，家在这妖道已经清除啊，啊那无咯，又搁不敢去想。南部的人上惊对走火入魔，家在，你只是一时的精神错乱，并无什么内伤。秦洪哉。你为了咱这个所在，首都妖魔搁受伤，请你到韩城静养疗伤。唉，你都千万唔通提示啊！那安尼，小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嗯，来，回文，伊就是亲生的阿爹，叫做李文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啊！慧文，慧文，时间冷静一下，我向你保证，伊母仔囝定当在上面。阿辉啊，感谢你照顾伊母仔囝这么多年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只要你好好对待母仔囝，安尼就有够。会啦，我一定会啦。够死！秦风啊，这摆害你受苦了，家在你熬做哩，啊那无我唔知要安怎收尾。我嘛是你啦，少想要带细姨受甲起痟，害阮秦风受伤，搁母一个某甲一个二十岁的后生出来，你是要甲我气死笑？哎呦，姐啊，你莫先怪姊夫啊啦，啊，今仔嘛姊夫已经有后生吼，伊就袂搁带细姨啊对，啊人伊这吼骨力团圆。应该是喜事啊，啊，你莫欢喜才对。是啦，是啦。是啥？迄个小红姑娘是恁后生爱人呢，你敢娶哦？哈？应该啦，予你这世人哦，看会着，食袂着，好死。哎，讲话嘛，莫要讲啊，歹听。搁较歹听，袂讲啦。恁后生想要认祖归宗，我无话讲。吼，韩英武啊。嘛想要接转来，换我做细姨哦，你免想。姊啊，坐咧坐咧啦，你先听姊我讲完哦，要想去嘛也袂慢啊，对，坐咧啦。迄后生我当然是爱啊，但是迄老查某，我伫伊要创啥？啊，伊家你敢会合？知影就好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你叫伊转来要创啥？除了我以外，伊是另外一个知影迄财宝藏伫啥物所在的人啊！你即摆是讲财宝有可能是伊藏起？一定是伊。不过吼，假使伊遐有钱，哪会生活过甲遮艰苦啊？哼，这都是骗人的利谋。谁知影伊伫外口遐阁偌侪财产？丽芳啊，安尼你有愿意要做细姨啊？吼？少的才会甲钱做对。真难听你，当当时就想着要刀劈你那孤零刀欠的对手，再甲你那尔失算。彼时阵，伊确实唔知已经有你啊。所以伫前年来，你那尔伊逐天出去，就是去山顶要等伊倒转来。阿娘对伊遐痴情，是安怎？这十几年来。伊拢无倒来找阿娘。恁阿舅有讲过，若是搁看到恁阿爹，伊就绝对袂手下留情。
一间男士听讲恁阿舅已经替男人过身啊，恁阿爹伊要来跟我回来。我讲，死的车一边，勇的面前较大天。我一世人拢要做你的后生，阿爹啊，你莫赶我走好无啦？恁啊，阿爹会定定去看你，然后恁阿娘歹做人，爱听话吼。我已经大汉，我知影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爱。阿爹，你心内一定就爱阿娘，就唔敢伊离开的，对唔？我确实是真爱恁阿娘，就像爱我家己亲小妹同款。阿爹，你莫阁骗我啦！只要你答应，阿娘一定跟我做伙留落，好无？好无啦，阿爹。你这囡仔哪只讲袂听啊？敢讲我替别人饲你母囝二十年，还阁无够性？你嘛不是我亲生的，凭啥要捅我老家乡鬼？你是姑嫂来，是姓李的，我你知无？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！你应该当明白我的心意才对。我当然嘛知，我嘛知影你心肝内比我还艰苦。你爱做是好苦的，要无你教我，我是应该安怎做才袂去伤到伊的心？啥物拢免做，嘛免讲，我甲辉文已经决定。你留落来。阿莲。金莲姐啊。对啦，阿莲。今仔日透早，阿伟兄来甲我饲羊的时阵，有交代我，叫我去派人接恁母仔囝来。对啦，遐阁有一张批要留予恁。阿辉是爱甲伊讲的，我唔知。啊，不过我甲花文啊，已经决定要留到明星湖边啊。哎，这边哪会使呢？我请你条条来遮，就是要来接你的啊。而且，花文嘛是我的亲骨肉啊。啊，是啊，阿莲姐啊，文哥这侪年来吼，每天拢足思念你呢。搁再讲，我未生，文哥。一直拢足想要有一个后生替你甲团圆会呢。你是花文的亲生老爸，你应随时来看伊啊。啊，若香火的问题，我会使答应，让花文的第一后生姓李，甲团圆你甲香火。真多谢你这边转来找我。舅啊，姐啊，啊，哪会代志哪会煞变安尼啊？实在是真苦，连我的亲生骨肉嘛无爱还我。囝我会使阁生，但是，我一定爱叫伊将甲我财宝甲吐出来。不是我要叫你了，
男子汉大丈夫嘛，敢爱敢恨，要爱就去爱咯。你这样躲起来算啥子名堂呢？那个姓李的是什么东西嘛？这20年不见一个鬼影子，这一回来，老婆、小孩，照单要全收。跟老子我想起来都有气。好了，别的法子没办法帮你，只有陪你喝个大醉，一醉解千愁。来，干了。钱永，你也是赶快不爱另外这个人呗。大大来了，当阿慧也离开，对伊来讲是真大的打击，你唔通怪伊。我哪会怪伊咧？我是感觉是我这个做老爸对不起伊。阿慧啊，冇替你解释过。慧文啊，嘛一直真听伊的话，应该袂怪伊这条。阿文啊，是真是一个大好人。你敢有伊的消息？对啦，听你讲，阮阿兄在南洋院过身啊，这个消息敢有可靠？嗯，绝对无唔对。我伫南洋那边，甲伊有生意上来往，我有派人去调查过。伊是去用在地海草淹死的。想袂到，阮阿兄一世人做海产、抢劫、杀人，竟然会死伫个他乡，恐惊连葬身之地都无。这大概就是报应。搁安怎讲，伊嘛是我的长辈。阿玲啊，我想要为伊的后事尽一寡心，你的意思安怎？当然是好啊，啊！不过阮阿兄是朝廷的重犯，安尼做，敢会无麻烦？嗯，若是会当找一个较秘密的所在藏伊的神主牌啊，应该是袂去用发现才对啦。我咧想，有啥物地点较适合无？有啊。你敢会记哩？咱当年迄个山洞？迄个确实有影真秘密的所在，但是经过遮久啊，实在是真歹找。你别烦恼，我知影路啊。啊？遮尼久啊，你敢会记哩？我有回云南时阵，我伫遐住过一阵，而且若无代志的时阵，我拢会去行行看看的。哦。也阁啥物人知影这个代志？就干那我回云甲阿慧知影。哦。安尼真好。阿兄藏在遐，应该是袂受到搅扰才对啦。安尼即马，我随转去安排一下。安尼麻烦你。应该啦。既然甲咱因三个知影山洞的位置，财宝一定就是因藏起来无唔对啦。这我早就知影，那问题是即马财宝藏在啥物所在？我归去掠起来问问就知啊。无喏，哎，姐啊，迄你唔知啊哦，迄个老查某的功夫是偌厉害呢，迄咱若甲伊动手啊，哈哈，自找死路啦！哎，咁真正遮厉害？哟，那呢唔是足麻烦呢？无要紧，迄硬若是无法度，咱用软的，哼哼，我囝迄边就够啊。恁两个啊，明仔载趁因厝内底无人的时阵，详细去找看卖。若是找有上好，找无嘛无要紧，唔通打草惊蛇，咱阁是有其他的办法。恁阿姑一世人做海产，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。现在人过身啊，总算嘛是安定落来。阿娘，啊你遮尼好，阿姑哪会是替人放火海产？阮兄妹啊，自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拢是靠恁阿舅
去共搬物件，转来过日子。有一遍，伊为着两天无食饭的我，去共讨菜买，结果互当作贼仔，拍到规身是伤。自迄遍开始了，伊的心情就完全变了，偷、抢、拐、骗，无恶不作。但是唯一不变的，是还阁真疼惜我这小妹。阿娘，阿姑敢无娶某生囝？阿姑是也真可怜。阿娘，阿爹即摆无咱陪伫身躯边，一定嘛最孤单、最寂寞的。车归落去。哎呀，无论以前咱有啥物恩怨，拢总过去啊。你永远是我的阿兄，请你瞑目，并且保庇阮一家三口平安。阿莲啊，人过去就过去啊。虽然阿兄即马无伫咧，但是你还佫有慧文，还佫有我。慧文，你过来。即马你阿娘，就是你上亲的人，你着爱好好甲友好，知影无？知影。食啥拢有剩，不管门也免关，就够算。阿文，真多谢你为阿兄所做一切，希望你会当谅解我甲慧文啊，要留在阿慧身躯边的决定。我这个无负责任的翁婿甲老爸，我实在是无法度甲阿慧来比。但是，我若是会当看到你母仔囝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你敢知影？这几十年来，我每一天我就在咧等你。你若是早一年回来，情形就完全无同啊。大概是咱无缘做阿婆。是我无这个福气，会当有你这么好的计后，但是咱也是朋友啊。算起来，我阁欠你袂少钱呢。你欠我钱？有啦。若毋是我替恁阿兄一挂财宝来做生意，才有今仔日这么好的场面。哎，对啦，阿莲，你即马手头有真多财宝，是安那哪毋摕出一挂来做生意呢？钱藏的嘛是死钱。搁较侪嘛有开了的一天啊！这也着爱你讲，我若有钱，早着住大间厝，合伙运啊，做大少爷。遐财宝早着无去啊，听讲是去予将阮阿兄的官兵摕走，全部拢搬了了。迄个老查某讲啥物着财宝啊，拢入官兵没收去，敢有影？这照我看起来，无亲像咧讲白贼啊。我。哎。富贵半波，又搁是了事，搁了工，我看归去耍耍去，莫搁孝心啊！有我啦，恁我过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讲互恁听看卖啊。咱人啊，若有钱啊，就爱较守的，唔好想贪啦，对无？呾听你原话啦，若有钱，一暗尔尔破产啊啦，
哪呢？只要你破产，都是收贪啦！看无知的生意好赚呢，一摆底十几只船的货呢，下早去拄到大风，船早去就沉袂去，这声哦赔是稳走落的啦。哎，姑伯兄，你拄则讲的，敢是你冤家？不是伊啊，啊无还搞到什么人哟？哎，他说啥子啊？爹，哎，那李员外哦，十几条船都沉了耶。听说赔光了家产还不够呢。哦，苗苗苗苗苗，真是啊，上天有眼了，哈哈哈！总算跟阿火出了一口气了。爹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哎呀，这是客气的了。那敢欺负我兄弟啊，不是阿火阻挡啊，我早就打着他满头包了。可是再怎么说，他还是火人哥的亲爹啊。哎呀，我管他是亲爹还是干爹啊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哎呦，我不跟你扯了，我去跟火文哥报个信，我一下子就回来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！这人，这卖给我搬去了。哎，哎呦，都给我搬了了啊，都嘛你来看要安怎啊？哎，我都搬了。阿伯，你的代志我有听人讲。见笑，见笑了。哎呦，阿姊啊，我都有甲讲过，唔通一边做遐大，伊就是唔听啦。但至少话哦，钱也无害人哦，要互抓去关啊啦，看要安怎啦。好啊啦，莫搁讲啊啦，咱即马啥物拢无啊，啊关你去，搁有食搁有困，唔是拄啊好。你若讲这番话啊，这么良心，安尼我要安怎？我要安怎生活？哈哈哈！拢怪你啦。钱的代志你烦恼啦，我只有你先提起害啊。这件代志你不了解，无这么简单啦。是啦。阿莲啊，这个钱你家己留的就好，我搁想办法。嘿啊，阿姊啊，真多谢你啦。我跟你讲啦，这边是几千亿的债务啦，袂使拖你落水的啦，莫啦。无要紧啦，你听去嘛，你先听人家讲嘛。唔通啦，唔通啦。安尼哪好意思摕你的物件，摕你的钱？啊！我想，这不止有够你害臊，剩的搁会使帮助你东山再起。你毋是讲啥物拢无啊？啊，这物件是为倒下来？对我来讲，确实是啥物拢无啊。我甲阿慧啊有讲好，这金银珠宝。干那会使摕出来行善助人，那阮是袂用开半仙钱，就算是替阮阿兄当年做遐尔济业赎罪。哦，多谢。我实在不晓得要怎样讲才好。阿文，我希望你会当赶紧振作起来，唔通让慧文阿失望。伊的嘴内虽然无承认，也毋过伊的心肝内。早就认你这个老爸啊！王师，奇怪，恁穿哪个款？钱王师啊！哦，先别叫了，惊人听到哟。拜托的啊，你要出来，你嘛要出声嘞。我电话去，让妖怪惊一个好，这阵还阁做无胆的啦。够无胆咪？来啦，一半你的，另外一半一半，才好赚哦。嗯。讲几句啊，白菜话赚得济哦。对。哎，什么奇怪呢？啊，李万威先了讲要骗人，讲一生意失败啊。你给我打嘞！无你的代志，尽量卡卖哦。啊，我给你警告哦，这个代志唔能给我泄露出来。你若给我泄露出来，我给你讲到你脚断手断落去。哦，我唔敢啦，我甲天公照答，我袂讲啦。安尼上好，我来走啊。哦。咦，这有钱人吼，唔知咧变什么梦呢？插插伊遐多，反正我。
有钱头赚就赚了。来，坐。我跟你讲，咱即卖已经真侪财宝啊，我计划就到这为止。财宝，咱三个人平均。你是讲正经的？啊，你法庭嘛要有一个理由给我。唉，即阵我甲伊斗阵，我确实有一个感觉，我实在欠伊母仔囡太侪了。我若有啥物代志，伊就马上出面甲我斗相共。而且我的后生，花文就爱甲我来相认啊。即落时阵，我敢袂使阁做出对不起伊的代志。而且，钱有够用就好啊，阁较侪钱，敢会当买着痴情的天伦之乐呢？你个老狗你啊！我唔管你啥物痴情天伦，你家己老的慢慢来享受。那恁爸啊，爱就是钱啦！清风啊，你是咧起笑是？李红啊，我去叫你小弟自首啊！啥物小弟啊？你是讲清风哦？哦，清风哦，啊，清风哦，是我自细汉举办未婚的红事啦。啊？嘿啦！你早已受了报应啦！你跟恁爸点名，这是恁病。进来，药啊吃。要买些什么药啊？吃了你就再绝交。老子我早就说过，这个江湖术士啊大有问题，抓什么妖怪啊，差一点把阿火害死了。我看他才是真正害人的妖怪嘞。爹，你先别发火嘛，听阿火叔说嘛啊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李文吼前几工生意失败啦，阿莲有该斗相共营销，也毋过我感觉吼，这其中毋知啥物内情伫咧。哎，阿火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李文这个混球不知道欠了多少钱粮哎，今年哪有钱还得起嘞？阿莲哦，伊的手内有一笔算未清的财宝啦，其中的原因，我以后才偷偷解释给恁知。李文嘛知影这件代志，我真惊伊是为着财宝才回来。那安尼哦，阿莲甲花文就真危险啊。希望是我家己乌白想啦。哦，哎，这个简单。那个卖杂货的啊，做完生意啊，都会到这边来吃面，问他就知道喽。你跟我讲，哎，这句话我懂，你放心。我老黄文化的功夫啊，跟我烧菜啊是一狗咬鸭子，呱呱叫。这文娘是我乡下甲北回村的，欠你的，我会分配还你。你做生意需要周转，你老赢了。我家己拢有打算，经过一摆教训，我袂搁再做头一步的生意。你甲慧文都唔免替我烦恼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阿爹，请勿担心。你叫我啥物？阿爹，较早是我毋捌代志，请阿爹原谅。慧文，阿爹哪会怪你？阿爹哪有资格通怪你嘞？阿爹，恁爸仔囝小人应该欢喜才对啊。要请教，请你照实讲。什么代志？你问，我若知吼，我讲；我若唔知，就无法度。你甲张西敢有熟识？有啊，伊都捌甲我收过惊。你敢有收过伊的钱？
无啊，无啊！恁昨敢无见过面？无啊！真的无？你看看哈、啊，我的皇子都不服了！啊！江江，江江，妹妹家，我滚！滚啊！滚！起来，江江！一天之后哩，是给你做什么代志啊？伊都吼，顶摆吼，都讲李万惠失定义失败的代志啦，啊叫我串通吼，别人来骗恁啦。早已到了。回到我的手中，马上赶到林道乾的总部洞，万来就无性命。紧将囝放开。阿娘，老插婆啊，恁囝即马性命是伫我的手头，你跟我讲话最是较客气。啊，若无我一个无欢喜，唔拄好将恁囝杀死，要考虑无目屎哦。有啥物条件？你讲。真简单，只要你将手内财宝拢交出来，保证恁拢无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恁囝死甲真歹看。财宝，就伫咧内面的壁内，我会使带你来摕。啊？你甲恁爸当作三位阴影哦，当然我拢找过啊。你最好是卖变鬼变狗。山洞内面四面都是壁，干那一个所在是用土做的，不信你叫我就知影。好，老高，你将伊绑起来，让包你。我另外找我妈嘞。樱花姐七日断断单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但是，因有答应，啊，若找到财宝，就放恁走。哼，拢是你，你若唔讲，伊哪会知影？找到，找到！哇，找到，找到，金文财宝找到啊！哇，你甲看，找到，你看。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哎呦，够水啦！内底骨遮济咧。有影哟，遮水的呢。真是无事，我知啊。恁爸即卖有钱啊，若像你这种查某吼，家啊满满是啦。你不是讲要放伊母仔走？啊？放伊走？我即条人讲的话，你哪要相信？阿辉啊，李文，真多谢你。李文，李文，阿爹啊！阿辉啊，一个人，甲老年妇女，从此都来失去联络。山中所藏的遐财宝的代志，慢慢啊，都要传出来。
所以大家拢叫这座山叫做大金山，也就是即马高雄的寿山。打到传说，就恁报上到这。